他说特别特别，哦，那这样好，我们是闪亮姐妹，闪亮闪亮闪亮，对的，我听着响亮啊，闪亮姐妹，这两位都是讲红毛话比较多，是的，他们两个讲华语跟福建会比较稍稍困难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呐、啊，因为在学校都讲啊某语啊，你困难讲简单啦，不然我们在说的 English，yes you is the smaller younger sister， yes yes I can recognize now， I'm not smaller， I very big beside her， yeah， that's why you big， that's why I can recognize you， oh I fat is it， your TV bigger TV， TV， yeah， you 42 inches and 32 inches， wow， 10 inch difference， 10 inch difference， and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sir， I'm not talking。No problem. Ah, she talking that I very 不一样。啊，那不一样啊，不一。他同你是小贝，只有贝了。但是我跟你讲哦，我到现在还认不出他们两个谁是。他同你是小贝了，是。你话有一个姨，有一个江无？江，我姓江啊。我怎么？你姓江？我姓彭。差不多，差不多啦。哪有差不多？哎呦。但是你讲伊胖哦，伊会结实呢。安怎？对啊，伊已经无食饭，食饭，几个月了，阁是安尼胖。没有关系啊，妹妹都是比较胖的。好啦，你看姐妹花的，每次新加坡姐妹花的妹妹都是胖的。其实我不是胖啦，小猪比较胖。其实我不是胖，那你是？是因为我在她旁边，所以看起来比较胖。哦。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应该 OK 的。真的。你们来唱歌，有一个人最高兴了啦。他有单飞过。不是啦，我是说你们来唱歌，有一个人。谁？哎呦，郭富城哦！哦，你是超级粉丝。啊，我们这边有郭富城的，还有郭的 version。哪位？举手，敢承认你是郭富城？郭富城啊，你好，你好。其实他也是支持我们很久了啦，真的。他每次是那前辈就的来吗？他每次有问你啊。有，对啊，他也是我的超级粉丝啊。真的哦，输你们一点点啦。没有没有，对。那你要来前面，你要来前面唱一下《甜蜜蜜》吗？他是唱对你爱不完的，对你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远远年年到永远，受你冷冷的纠缠，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对，哦对你爱爱爱不完，想爱缘分放弃却不能，谢谢，真的是歌喉啊。谢谢。对啊，还有什么？还有谁？除了郭富城，还有谁？有没有张学友？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和你吻别。哎，张学友，等一下，晚一点。有啊有啊。有一位歌手啊，学张学友学的蛮像。是啊。好，等一下要请他好好来模仿一下。好，马上来欢迎我们的闪亮，为我们带来一些好听的歌。好，第一首安排是一首抒情的快歌。是。你这一首《跟我约会吧》，Let's go dating。跟我约会吧。掌声来欢迎。闪亮姐妹，谢谢。你的微笑，让我的心像一团火燃烧，就像在你的身上。
啊，有没有看那个开心一亮？哎呦，看了哦，有看的朋友来掌声表示一下吧！哇，好多人哦，真的很多人。那么相信大家有看到，我的那个节目来宾刘浩啊，他经常唱蛮一块的，哇，认得我们大牛队，这是第一个。